韩信救了秦朝国师魏辽，他还杀了一名楚军。楚军一路横扫天下，有你韩信，没你韩信，都一样。或许我可以帮他找回爽灵。你来自另一个天地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到了是不是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怎么样才能回去啊？这世界很酷。